万万没想到，原来唐僧是颜控呀，这化缘就是化缘，咋还人身攻击了呢？啊，这是乌鸡国的皇家寺院。师傅，叫我去借宿吧。啊，八戒，你的嘴脸丑陋，言语鲁莽，不要得罪了本尊僧啊，还是为师前去借宿。八戒，我终究是错付了呀。师傅，带我前去问个明白。哎，我去吧。八戒，你相貌丑陋，别吓着人。悟空，还是你去吧。他长得比我还难看。没想到废话文学鼻祖竟是他。请问老者，这城门上写的是比丘国，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？原本呢，这是比丘国，这如今呢，改名小儿城了。真是听君一席话，如听一席话。白象会打电话，你们一定没见过吧？谁？哦，张丰毅，你好，你好。来了，还不听？不动，拿兵器。走，别动啊！原来人工特效是这么来的呀！这光明吧。唐僧表示，我吸了太多的二手烟，悟净教你怎样掐人中。师傅这次可是真死了啊！哎呀，师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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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醒醒，师傅，师傅，你这样掐人，拿掉你！你这样掐人，拿掉你！师傅都忍不住了呀。而导演的台，唐僧也是说拆就拆。马师傅一下来就马就搁那，别拴了，这是神马，他跑不了的，不是凡马。那可是现在拍戏的时候他能跑吗？拍戏的时候他能跑。你别捣乱！会开车的唐僧，你们见过吗？而八戒也是对起师傅来，从来不怕。八戒，快别吃了，该上路了。你着急走，前面是有你爹，还有你娘。